老板你好，你好，给来份炒糯米饭加米皮儿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哦，多加一点糯米饭吗？多加一点糯米饭。哎呀，好，可以，谢谢。哦，就是这样，里边有土豆，有糯米饭，要辣椒吗？还有米皮，要。好，盐、味精，这是什么？花椒。花椒。哦，这边还得加花椒面子，这个好。这是什么？酱油。酱油，加点酱。酸萝卜要吗？哦，酸萝卜要。这个火腿肠要吗？都可以。你看着加吧，前面这些菜能加点吗？我觉得这个特别像好吃的样子，可以呀，可以，也可以是吧？哦，还得再加上辣椒，哇，哦，还得加两种辣椒，这么一份是几块？六块，哇，哦，这个好便宜，你看，这么多东西又加了好几种酱汁儿。现在开启这个高速马达模式，快速翻炒，有这个糯米饭，有米皮儿，有土豆。这一份好丰富啊，里边各种吃的都有了。哦，再加上葱花。哦，还有。要吗？对，这是灵魂，这是灵魂，这是关键。我们青岛人天天不吃这玩意儿，但我就喜欢吃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长了一个贵州味。这个要哈。要。哦。你是挑的干嘛？本地食客，我们跟着他们吃就肯定没错。他们吃的都正宗本地味儿。再加上点咸菜，你看。酸菜。哦，这是酸菜。哎呀嘞，这小菜是自助啊。你要不要加一点菜？我加一点，加一点。加点。我觉得加点花生米比较脆。你看他们小粒的花生米多好，花生米粒老小了。加点土豆丝儿。看看，来上点这个咸菜。哎。这咸菜你看里边还有这么多肉，你看，有肉，带肉的。加上辣椒，哇塞，再来上点，他们说这个叫什么，叫酸菜，不是叫咸菜，加上点酸菜，折耳根再来上点，不吃折耳根能算到贵阳吗？能算到贵州吗？来吧，开整，有肉，有花生，有这个，这么一份你们看多过瘾，糯米在嘴里是那种梗啾啾的，然后再就是土豆沙沙的口感，加上粉皮儿。里边这么多菜，这么一碗6块钱，无敌了吧？你看，多少种菜，多少种主食啊！还老棒了，一边走着一边吃。那一份我觉得一份早餐6块钱，吃得饱饱的。